检查出来的动脉斑块怎么办？做好下面四点可以逆转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。体检查出来斑块啊，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。今天呢，就告诉大家四点能够更好的控制住斑块，争取呢让斑块缩小甚至消失。首先第一点，在常态治疗中啊，无论是西药的治疗、中药的治疗，这是常态治疗，斑块的缩小或者是消失和斑块的形成是一样的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不要想着喝完了三天的药那斑块就消失了，要给自己一个治疗的时间，坚持用药，遵医嘱才有效果。第二呢，就是如果想逆转斑块，首先要降血脂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、胆固醇，把它们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后，才有实现斑块逆转的可能。有大量的研究表明，如果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1.8 甚至在 1.4 以下，很多的斑块进展就会延缓，甚至呢是可以逆转。第三点呢，就要稳定住斑块，血压血糖也同样控制好。这以上的第二点第三点是数据显示的不同的指标，中医的活血化瘀整体治疗是实现这些目标的。第四点，除了药物治疗之外，还需要你去配合戒烟限酒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，坚持适度的运动。如果你已经采取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，可以增强药效，快速的把指标达标了，这样也可以起到1+1大于2的效果。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？